80后90初，你们还记得你们的童年玩物吗？在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，我们在玩什么？竹蜻蜓、会飞的小玩物，那时候还有回力镖一类的，放学后就跑到麦子地里使劲飞着玩组装铅笔，那时候感觉好高端啊。吹泡泡这个东西，小编也说不清什么东西了，类似胶之类的，一吹可以吹很大。四驱车、四驱小子、四驱兄弟历历在目，小编为了这玩意天天把早饭钱省下来买了一堆电子宠物，当时的奢侈品还有数码暴龙机，感觉好高端。现在觉得还是真真的宠物比较好，最经典的俄罗斯方块。